刘师兄，我们武魂一脉不能没有您这样的强者。段师兄，您是我们圣魂一脉的天才弟子，怎么可能会死？你上哪儿了？要不要紧？别哭，我没事。 凑近些，我有话要说。放心，我是装的，我只是不想那些杀我的人，待会儿遇到我直接不战而退。你们也装一下，别让人看出破绽。墨翼，诗瑶，你们别急，让我看看他的伤势。 谭云受了很重的内伤，休养些时日便可痊愈。你们不必担心。你伤得很重，接下来争夺卧龙榜八强，你能参加最好，实在不行，也无需勉强，明白吗？弟子明白。大嫂，您还得守擂，谭师兄就交给我吧。钟无师姐，您也不用担心。